首先在阿那亚这个地方，然后我看到了那么多一些巨型的跟沙子堆砌而成的一些雕塑，然后配合到2023的春夏款，我非常期待有很多的神秘色彩。我最期待的是有一件那个绿色的，上面点缀了很多这个花花草草的那件那个西装，很期待，因为我其实自己也很想上身看看什么感觉，等以后有机会。今天的穿搭呢，我这件这个牛仔的这个套装，上面它是采用了这个中间的这个喷绘的一种技术，然后非常的青春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很简单就是。里面的这个白 T 呢，上面有一些卡通的图案，我觉得起到了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。当然，还有我这块表，路易威登的那个这块分顶系列，哎。起到了一个点缀沉稳的作用，都介绍了哈，该介绍就介绍了。你之前是否来过阿那亚呢？后来有什么感受吗？感觉很舒适，像是来度假的，因为我经常去一次，对吧？很开心。最近的安排就是在剧组拍戏了，在拍摄《狐妖小红娘》啊，还在拍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